说是予以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拜佛言：入佛所说，我当诚心保护入室修菩提者。说是予以呀、这个佛呀，说完了这话之后。会中啊，无量百千金刚，很多很多的金刚啊，一时佛前合掌顶礼，合起掌来啊，向佛顶礼，而拜佛言，对佛就说了，啊，入佛所说，我当诚心，像佛呀所说的，我应该呀诚心。保护入室修菩提者，像佛所说的这个方法门呢，我呀应该呀保护这个诚心的善男子，保护入室修菩提者，像这样啊修行啊这个菩提道的这个人，而使梵王并天地时四天。大王于佛前同时顶礼而拜佛言：“神有入室修修善人，我当尽心至诚保护，令其一生所作入愿。”而使啊，这个大梵天王和这个天地时。和这个天上的天主，四大天王有四大天王，一于佛前呢，也就在佛前呢，立站起来，同时顶礼。那么同时啊，向佛顶礼而拜佛言，对佛就讲了：神有入室修小善人呐，神有啊，就是果有。说果然呢。入国有啊，像上面所说这个修小的，这个善人，我当尽心至诚保护，令其一生所作入愿。我呢，我也就应该呀，尽心至诚保护，我啊，用我这恳切至诚的心来保护这个人，令其一生所作入愿。令他这一生之中啊，所做什么，这个随心满愿。复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刹王、富丹罗王、鸠盘查王、毗舍舍王等，毗舍遮王、赖诺耶迦诸大鬼王。即诸鬼帅，一遇佛前合掌顶礼，我以誓愿护持世人，令菩提心速得圆满。复有无量啊药叉，药叉就是集结鬼。跑得很快的大将，诸罗刹鬼，这个罗刹鬼呀，就是可畏的鬼，可以见到他非常恐怖的，他呀，也是一个很，有这个邪术的这一个鬼，富达罗王有富达罗啊，这鬼王，有鸠盘查王等。有鸠盘查，前边讲过两次了。这个鸠盘查呀，这个富丹罗，富丹罗呢，就是这个热病的鬼，又叫臭鬼，他这是主热病的。鸠盘查呢，就是那个瘟型的鬼，他专能厌美人的，叫鸠盘查鬼。毗舍。遮王，毗舍遮，
这个毗舍遮又叫毗舍舍，那么他也是鬼王里头的一个很坏的一个鬼。频罗耶迦，频罗就是那个猪头的使者，耶迦就是那个象鼻的使者，猪大鬼王，这一些个鬼呀、啊，都是鬼王的名字。记住鬼帅和这所有的一切鬼帅，于佛前合掌顶礼，也在这个佛前呢向佛合掌顶礼。我以誓愿，我发誓愿，护持世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。我们护持这个人呢，令这个人的菩提心呢，很快就得到圆满。无有无量日月天子，于是云时，雷时，电电白等，年岁循环，诸星眷属，也于会中顶礼佛足。尔白佛言：“我以保护是修行人，安立道场，得无所谓。复有，又有啊，无量日月天子，于是下雨的这雨是云是。”雷石并啊，电白等，年岁循环。我们一般人呢不知道，在这个每一年呢有这个年值，这个年值就叫太岁。太岁呀，就是这个年值的循环。诸星眷属和其余的。这个诸星，它各有各的眷属，一于会中也在这会中啊，顶礼佛足，向佛顶礼呀，耳白佛言，对佛说话了：“我以保护是修行人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呢也发愿保护这个修道的人，安立道场，安立啊，在这个道场里。”得无所畏，得到无所恐惧这种的力量。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，万物惊奇，并风神王五彩接天与。如来前同时稽首而拜佛言：“我以保护是修行人，得成菩提永无魔事。又有啊，无量山神，山上的神，海里的神，一切土地、水陆、空行，万物啊，惊奇。”有这些个神，并封神王，有这个封神王，五彩界天和这五彩界天呢，这个天人与如来前呢，在佛前同时稽首，一齐呀、啊，就到向佛顶礼叩头，耳拜佛言，对佛啊就说了：“我以保护啊，是。”修行人，我也保护啊，这个修行的人得成菩提，乃至于啊，到他得成菩提，永无魔事，永远呢也没有什么魔事。